加班吗？昨天我们还爱进行下一关呢。啊，你看这骨，这种骨嘞，伊跟伊在讲艺术呢，啊哥哥妈哩哦。很遗憾哈，刚才听到和美三兄弟哈，刚才老大往生了，星期五的时候还送去医院，然后医生判决说哦可以再回来，然后就星期六回来，可是呢星期日的时候早上又发烧又吐，又赶快又送急诊，那又经过了一个晚上哦，就刚才又往生了，我觉得很遗憾嘛。因为我看到的很多人都在汇钱哈，就经济上也汇钱给他，包括物资很多，还有帮他们整理环境的，爱心到处都是。可是老大这样子就走了，我觉得真的很遗憾。对于本镇叶先生的不幸离世，本公所会竭尽所能来处理他的安葬事宜，以及所有的经费来办理他的后事。